DJI Pocket 2迷你遥感可安装于云台扩展接口，以控制云台转动或变焦，便于您快速运镜或构图拍摄。取下 Pocket 2的扩展接口保护盖，将迷你遥感插入云台扩展接口，长按电源按键开启 Pocket 2。单击迷你遥感的切换键，可快速切换云台模式，默认增稳、俯仰锁定、 FPV 模式。双击迷你遥感的切换键，可快速切换遥感控云台或遥感控变焦。若使用遥感控制云台，您可以拨动遥感控制云台上下左右转动。若使用遥感控制变焦，您可以上下拨动遥感控制相机变焦。若您想改变遥感控制速度或变焦速度，您可以下滑屏幕，进入快捷菜单页面，点击齿轮图标，点击配件，然后选择遥感速度，调节遥感控制速度和变焦速度值。当有新固件时，将迷你遥感插入 Pocket 2后，Pocket 2将自动对迷你遥感进行固件升级，升级过程中请勿关闭 Pocket 2或拔掉迷你遥感。感谢观看。